在公园里玩得开心吗，宝宝们？小心，詹尼斯，你的篮子就要掉下来了。大家都还好吗？谢谢你，蜘蛛卡车。不好，是超级卡车的邪恶双胞胎。超级卡车，这是你的邪恶双胞胎，你得变身。快，赛车！糟糕，他以为你是邪恶的超级卡车。你们搞错了，超级卡车是来帮忙的。你得找到你的邪恶双胞胎，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去追他。抓到你了，他逃跑了，他不见了。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是时候再次变身了，超级卡车。现在你可以跟上他了。你就快追上了。他在那里，加油。到处都是蜘蛛网，小心。谢谢你，弗兰克。糟糕，他网住了弗兰克。现在马蒂尔达也被网住了，别把安博也网住呀。小心超级卡车。他去哪儿了？你被困住了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使用 ST3000。鼓风机可以吹掉蜘蛛网，再吹一会儿。不好，哦，好险呀！大家都自由了，就是现在，超级卡车，他在那儿，别让他跑了，小心。很好，现在进监狱吧。卡尔、沃尔特，你们好。这些奖券是为甜甜圈节准备的吗？卡尔，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你得赶紧回家。卡尔，佳丽为甜甜圈节准备了一只超大的甜甜圈，她本来把甜甜圈放在蛋糕盘上，
但是玛丽在附近瞎闹腾，结果不小心碰到了架子，甜甜圈一下子就滚走了。这个甜甜圈实在太大了，就算一点碎末都可能会伤到人，你能帮帮忙吗？太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各位，超级卡车来帮忙了，那个巨大的甜甜圈现在在哪里？超级卡车，那只甜甜圈的速度很快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停下来？哦，糟糕，开始掉线了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山下是不是有车在动？哦，糟糕，山脚下有两个宝贝。你准备变个身？你现在是一辆超级大脚卡车了，酷！超级大脚卡车干得漂亮，但现在还有个问题，你要怎么把这只巨大的甜甜圈完好无损地运回山顶呢？小心点哦。哎呀，你成功了，真厉害。佳丽，恭喜你，你的超大甜甜圈获得了第一名。你现在要把甜甜圈分给朋友们吃吗？超级卡车，为了感谢你的帮忙，佳丽说你一整年都可以免费吃到甜甜圈，当然是正常大小的甜甜圈哦。祝大家甜甜圈节快乐。完美的着陆，卡尔。你最好回家看看发生了什么。盖里正在运送用来建造观景台的木头。看来盖里弄掉了这些木头，他不应该疲劳驾驶的。这些车辆无法通过这些木头，你能做点什么吗，卡尔？
你觉得你能移动这些木头吗？看来他们卡住了。他们被胶水粘住了，有什么主意吗？超级卡车。变身是吗？好主意。推土机，现在你可以把那些木头弹起来了。好样的。超级卡车，你得把它们放到盖里的后备箱里。等等，玛丽，你有什么主意吗？嗨，玛丽，你就是停不下来表演绝技，是吗？好的，我们得赶紧把这些木头拿到公园去。盖里，你还好吗？不，木头从盖里的后备箱里滚了出来。孩子，你还好吗？别担心，孩子，超级卡车会救你出来的。别动，孩子，超级卡车要用它的激光了。不用谢，宝贝。等等，你不想看看本要建的观景台吗？哇！大家都知道的，玛丽就是停不下来表演特技。嗨，超级卡车，在建筑工地帮忙吗？汽车城里好像出了点问题，你最好去看看。孩子们正在和查理打排球。查德，他可真是完美。看起来他去捡球了，他怕高，他下不来了。没错，你应该去救他。嗨，孩子们，超级卡车过来帮忙了。没错，查德被困在岩石上了。别担心，超级卡车很快就会把他救下来的。查德，超级卡车过来帮助你了。嗨，查德，你下不来了，现在不是骄傲的时候。变身，太棒了。
查德，你得跳下来。宝贝们，查德有些紧张，你们能给他一些鼓励吗？大家，查德回来了。你忘记什么了吗？当然了，球。这样不行。抓手，那是个好主意。抓住了。那不是球。哦，你找到了什么？哦，我喜欢乐高。啊哈。好球，宝宝。玩得开心，伙计们。比赛开始了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卡尔，你最好马上回家。是校车莉莉，她和几个孩子在游乐园里。一个孩子在球池遇到了麻烦。看，还有一个孩子在跳台上。呀，他差点掉了下去。你能帮忙吗，卡尔？太棒了，我们走吧。别担心，莉莉，超级卡车来帮忙了。那究竟是什么？妈的妈呀！啊哈，这就是那个问题。那个黏糊糊的东西是泡泡糖。跳台上的宝宝看起来很紧张。做点什么，超级卡车，你能变身吗？妈的妈呀！一辆超级垃圾车，好主意。
快点，超级垃圾车，在它消失之前，把那些球吸走。哇，你差点就失去它了。有一个孩子安全地在地上了，现在去救跳台上的另一个孩子吧。不，跳台上的孩子想要跳下来。看看球池，超级垃圾车里面没有足够的球让他缓冲了。哎呀哈，做点什么？麻烦。哦不，不要跳，没有足够的球，不要跳，小宝贝。做点什么？快点！你做到了，超级垃圾车。你今天帮了大忙，超级卡车，宝宝想从球坑里拿一个球来感谢你。